然后大家去，这么热烈，谢谢大家。那我等一下还有十首的完全没唱过的，没有乱讲啊哈。好，这个是我之前我有个朋友，他跟他女朋友求婚，然后他有叫请我跟吴志宁就是帮他拍一个影片这样。不是说我跟吴志宁一起拍啦哈，那也太恶心了哈。不是一起拍感觉很奇怪哈，就是我们各拍一个就是跟他女朋友说他有多好这样子的那种影片这样。然后后来就求婚就成功了嘛，然后我那个朋友那女生没有哭，我帮他朋友哭得很惨嘛。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求婚真的是一种冲动，就是你可能跟一个人交往了5-6年甚至更久，你都不会跟他结婚，但是可能会跟一个认识2-3个月或是半年左右的人就跟他结婚。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难讲这样。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就是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我就想象他在求婚的那一瞬间应该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慢动作这样，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做慢动作。完全没唱过哦，好紧张哦，可能会出错哦。好，慢动作。送你一杯黑咖啡，让你陪我一整夜。